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九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一起读，华语一二三。你不知道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？不要自欺，无论是行淫乱的、拜偶像的、奸淫的、做娈童的、青蓝色的、偷窃的、贪心的、醉酒的、辱骂人的或勒索的，都不能承受神的国。你们有些人从前也是这样，但现在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靠着神我们的灵，都已经洁净了、圣洁了、称义了。阿门。圣经说，不要不知道。我有一个先讲坏消息告诉你，一个坏消息是以前你是榜上有名的，你都做了这些东西，行淫乱啊、拜偶像啊、奸淫啊、娈童、青蓝色、偷窃、贪心啊、醉酒、辱骂人啊、勒索，这些跟你有关的，我有关的，我们都是在这里面的，等死亡不了，被诅咒，等上帝审判不了，因为我们都是榜上有名的。好像我的太太、师母这么好的人也榜上有名，好想起来心情好很多了。我这个坏人榜上有名，好人也榜上有名。所以记住啊，亚述不是来救后人，亚述不是来救太人，亚述是来救罪人。阿们。所以那是尽罪悔改，一救如路。所以他不是来救好人，他也不是来救坏人。这些是你榜上有名的。可是圣经说，那一天你信耶稣的那一天，神做了奇妙的工作。因为耶稣的拯救，使你和我都已经洁净了、圣洁了、称义了，都成为过去式了。阿门。可不可以给耶稣一个大大的掌声？因为你已经洁净了、圣洁了、称义了 ，justified, washed, and sanctified。